好。现在是下午1:30，然后我们要来上课了，我们开始排练。今天也是一样的酷 girl 吧。来看看大家都在干嘛。好，一来到我们的休息区，就看到大家摊的摊，躺的躺，坐的坐，玩手机的玩手机。今天也是非常勤奋的一天呢。嗯。现在自己是边。现场抓一个刘姐，一个奔跑的刘姐。哈哈哈。今天是粉粉嫩嫩的刘姐，看看刘姐这一身装扮。永远都在练增高垫的刘姐，还有这么可爱的袜子。每次我们来练舞，打扮的最 fashion 的就是刘鑫，跟我风格最像的估计就是凡凡。看看这一身，你要是想看我穿啥，你看他就差不多。我们俩穿的基本都是宽松舒适型。我在拍 vlog。看我脚下的两杯。谁来认领一下左边这杯？是谁的？缓缓地盖下了自己的帽子。哎，女团嘛，是不是？这种东西怎么能出现呢？不可。你看，绝美测验来，一二三，然后还要打那种慢动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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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！有毛病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请在下方打上。不得不说啊，有点东西。我也不会说我现在正在疯狂的咽唾沫，你们不都吃过了吗？就受不了这么多东西。还能吃点不咋的。不行，受不了，我撤了，拜拜。嗯。耶、yeah。